我们不能让他们拦住，太嚣张了！站住！真当我敢羞辱你？我就当你不敢！混账！二七，少府尽息怒，不要管我，我求你了，王爷！苏玲，快起来！我一抓不太，那下官担心他被别人利用。我书房的那些剑，是不是你拿去了？可是施世伦找上门了。啊，皇上！ 那可是诛灭九族的大本，我几条命都不够死啊！苏玲有喜吗？找机会给苏玲服下。未来娱乐台新施工案。